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各位介绍是目前存放在历史博物馆收藏刘延涛所画的阿里山神墓。这画作画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阿里山神墓，那个曾经历尽沧桑被劈来劈去，里面有很多那个孔洞，那一个阿里山的神墓。画作里面把神墓放在正中央，然后后头隐隐约看到杂树丛，前头呢最重要的画的一位人物，这个人物呢留着长须，穿着短衫，透过这个人物那个胡须的形象啊，大致上我们可以猜测出来，这就是画家本人，就是画了一个他自己呢站在阿里山神墓底下。画这个人物一来，好像这个画家就现场的勘验记录啊，好像照片一样。那二来，他又透过他整个身体的高度跟这棵树的高度的相对比较，你就知道，其实让人家知道是这棵神木到底有多大啊。所以这个人物画得非常有意思，除了是表示他自己在场，也表示这个神木的这个高耸啊。边上面啊，他就是把整个画作里头他想要告诉大家的真实的意义呢，就讲了出来。他用了诗，既是畅怀这棵树它真实的年纪，那也是在讲时代的变迁，讲这棵神木立在这边那么久，他看尽了整个台湾的起伏，他整个心性的转变呢，就完全寄托在这个诗上面。我们提到传统这些文人画，既重视画，强调书法，还强调画作里面的诗，诗表达的是他个人的心性。透过这首诗呢，我们就可以觉察得到，刘延涛先生在画这幅神墓，不单单只是画这幅神墓，他还有他内心里头想到了非常多的过程，想用假借的这个神墓里面的中空，感觉上这是受到人家的不重视产生的凋谢，那未来应该怎么走呢？他到底上还是会有些期待。他看到这个神墓，感怀所写的这首诗，画了这幅画，你会觉得这样一个画作呢，大体上就符合了文人画里头真正要去表达的意境。物件是你可以观看得到的，诗的文字你可以观看得到的，但终究两个人必须要合并在一起，你才有办法真正触及到这个画家要表达给我们的讯息。它是什么讯息呢？是我们不单单是在睹物思情，我们也要透过画作把我们的心性得以疏解，让未来的人知道我们在今天是怎么样看待这些事物。我个人是喜欢这幅画的水墨技术，我也非常喜欢刘延涛先生在上面这些题诗，虽然他不是慷慨激昂，但是却让这棵神木在这个时候呢越加的隽永，让人家喜爱。这是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刘延涛的画作，谢谢。